放风筝了吧？少放一回也不打紧的。不行，天快冷了，再放最后一次吧。之后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是，皇后娘娘面色不佳，你得仔细这凤体。臣妾今夜会继续去安华殿，为二阿哥诵经祈福。贵妃有心了，臣妾可不比家嫔，一心只顾着自己的肚子。二阿哥都病成这样了，哪个贱婢还有心思放风筝？去瞧瞧是谁。也不知道姐姐看到了没有，这么高应该能看见了吧。主，皇后娘娘，拿着，请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安。海贵人安。二阿哥病重，你竟然在这里欢天喜地的放风筝，你简直是全无心肝。皇后娘娘别生气，海贵人一向和冷宫里的乌拉那拉氏交好，她非要在这幸灾乐祸一下，放个风筝，撒个花儿，您就由着她去。小人得志，能有多久？皇后娘娘，臣妾不知道二阿哥病重，绝对不是故意在这里幸灾乐祸的。嫡子病重，你海贵人竟然不知道，还真是冷心冷肺啊。香囊，皇后娘娘，这是当年海贵人送给冷宫里那位凑作一对的梅花香囊，海贵人对这香囊还真是日日带着呀。看来对冷宫里那位还真是情深，毫不关心咱们的二阿哥。你这么喜欢在御花园里放风筝，那就给本宫跪在这里尽心思过。皇后息怒，臣妾不是故意的，臣妾绝对不是故意的。这天气怕是要下雨了呢。那就正好，跪在这里足足两个时辰，等着大雨冲洗干净这肮脏心肠。哎呀，皇后娘娘当心。娘娘别跟他置气，咱们顾着二个要紧。娘娘切勿动气。姐姐，哦，人还没到，等一等。起来吧，时辰到了，可以起来了。主，我们回宫了。主，
快起来！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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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回去吧。主，主，不许跟着我！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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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都不许跟着我！主。近日手不是酸疼的厉害吗？都已经做了两副护膝护臂了，这个奴婢做。没事，我做吧。这是给姬太平的，擦了江雨冰送进来的药，手好多了。只是他想进来剔除看看也难。咱们落到这个地步，江雨冰这么有心，已经是很难得了。索心，其实你是可以和江雨冰在一起的，不必跟我到冷宫来。不，奴婢跟主的情谊比什么都重要。好像有人在拍门。去了，姐姐。可是你得学会护着你自己啊，海兰。我护不了我自己，我是一个不中用的人。海兰，不是的，你很聪明，你一定能护住自己的。海兰，你记不记得当日白花丹的事儿？我受了委屈，是你跑到皇上跟前为我辩白。当日你都可以，今日辩不成了吗？当日我是为了洗刷姐姐的冤屈，见皇上到底是看重姐姐的。可如今欺负我的人不是位高权重，就是深受皇上的宠爱。我孤身一人，我又能如何呢？海兰，若不能凭一己之力护着自己，就应该借助旁人之力庇护自己。旁人之力，姐姐说的是太后、皇上。我一直跟在姐姐身边，太后是不喜欢我的，而皇上，我怕皇上。海兰，真有必要，哪怕是太后和皇上，你都得试一试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惧怕皇上，可是你也总不能一直活在那个暗影里啊。我不行，没有姐姐，我做不到。海兰，我现在身在冷宫，我没有办法护着你，你必定要学会护着你自己。你就要当你没了这个姐姐，人到绝境了，定要生出勇气。你活得好一点，我在冷宫就能安心些，知不知道？不要在这儿淋雨了，赶紧回宫去，换身衣服，暖暖身子，快去。